我玲玲。Oh my god！ 啊？玲玲后头已经开始要恋爱了。你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怎么办呢？现在要跟零零后竞争了。你零零？我真的是零零后，零零后二十一了。你二十一？对。你确定？确定以及肯定。啊。我们其实差不多的。哦哦哦哦。深大，挺好的。凯瑞要比他大十岁吧？对，十岁嘛。你们吃过了吗？我们刚在吃。那你们赶紧吃呀。就当年的主食好吗？好，好，我来一丢丢吧。好吃不完给我们吃，好吧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OK。吃吧，是吧？随便吃，不要客气。几点了？现在九点十分，一会儿应该是八人大团聚了。是谁？玛卡巴卡，米卡巴卡又。信号，这是他的信号，这是马董专属的暗号。对。米卡巴卡又接上暗号了，这出去都得学点东西，学点咒语都。对呀、啊，要不然没机会了。敢试一下毒吗？哎，哦吼！这是我第一次。我挺喜欢吃玉米的。哦，可以，好。看到没？我煮的菜，你看，新盘了，嗯。哎呦，看这意思，马董可能也有点心动啊。我觉得马董是会心动的。他但马董对谁都这样。都是这样的。但这个是马董喜欢的类型。为啥呢？感觉乖乖的。我觉得马董是喜欢这一款。小孔。哎。带你兜一兜。好，好。这是我的房间，然后这是子佳和 Simon 的，他们两个住一个屋。你住一个人住。对，我比较孤独。我比较孤独，因为对我们锤子剪刀布，我分到一个屋了。比较孤独。哦，这是一个可以看电影、也可以听歌的地方，然后有一些那个很多的那个周杰伦的碟。啊，周杰伦在那儿？那哪里有周杰伦呢？那个地方。我巨喜欢。对，有很多周杰伦的专辑。我巨喜欢周杰伦，我的天哪！那零零后也喜欢周杰伦。Baby 是你吗 ？Baby 是我，是我，就是我。但这是我的姐妹了，开心，可凑就好。然后你就先去收拾，好吧？谢谢。OK。妹妹好像很喜欢周杰伦。哎呀！明白 ，get 到，安排。啊，他是在等 Melody 回来。对、出来喝茶吧。 Simon， 加爹来了。加学挺快。哇，功夫茶全套装备在这儿了。可拿给 Simon， 拿给这杯是你的。谢谢。这杯烫一点给试一下。谢谢。哦，所以那么多周杰伦的唱片，不会就是因为你喜欢吧？有。信号来了。你最喜欢他什么歌？我感觉要看心情来选。
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是《七里香》。哇，那挺老的了，《七里香》。一般女生不是喜欢什么《不能说的秘密》？《不能说的秘密》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。啊，对，主题曲嘛，对吧？啊，快乐星球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两个不上网的人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，就带你研究，带你研究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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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上暗号了。马董就喜欢爱上网。你们都不都知道的吗？不知道吗？搞到组合了，感觉你更像零零后。我怎么觉得瞬间我就年轻了不少？哎呀，这不是盖代，都不是代沟。你们不要给零零后贴上标签。你看这乐的，你看这乐的，你想。一会儿看橙子回来，你还能不能这样？你们宿舍有养动物吗？没有，不给养。哦，可惜了 ，Melody 不喜欢带毛的是吧？嗯。不然真的抓只狗回来玩一玩。我很喜欢狗跟猫。我那天带橙子去的是一个狗咖和猫咖。哦，笑容本色。后来橙子告诉我，他说 Melody 不喜欢。我说哇，好的。凯瑞，诚心在你面前提一提橙子，让你哎别乐别乐了，想想一会儿谁回来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马上八位嘉宾都要在我们这个心动小屋里面团聚了。我们的小孔妹妹是我们零零后。哎，嗯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零零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心动小屋里面会带来哪些改变吗？哦，快乐星球。对呀、啊、就增加了很多这样的内容。什么是快乐？就这种，大家好像回到了校园的那种氛围，有一点。对，就一下变成这个感觉。你这现在看到一个零零后的妹妹，你会什么感觉？你这口气和你这个问法，你跟查岗。哎呦，我已经开始在感觉了。零零年21、21不小了，4年前我不觉得我自己小。嗨，你5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。我5岁是暗有他。那个马叔，马叔你觉得呢？你会担心吗？会不会跟他没有共同的语言？其实也不会，因为很多的共同语言你可以创造出共同语言，你知道吧？这他不是说你得学呀、啊，对，你可以像跟他学习嘛，我不会你教我，对不对？大家其实上的都是一片网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而且思想很成熟，就懂事早。我觉得零零后真别觉人小，对，不要给零零后贴标签，人家自己说的嘛。对，